所有台湾大哥厅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富凯。哇，100集了耶！然后呢，首先要恭喜熊城大哥，还有新梅姐，还有孔康老师。对，我希望呢，这个节目呢，可以再做100集乘以100，我们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台湾大哥厅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节目，因为呢真的很优质。恭喜台湾大哥厅！感谢观众朋友的支持和爱护，台湾大歌厅即将迈入播出100集，每礼拜六暗时7点，敬请锁定新竹电视台台湾大歌厅。